更睡文同陈锦鸿呢日出席电视剧《婚内情》记者会，陈锦鸿话会同仔仔一齐睇剧，上一堂感情的教导课咁话。佢仲大爆12岁嘅仔仔好恨拍拖添。因为我其实想呢套剧咧同佢一齐睇嘅时候咧，我就可以同佢一齐倾嗰个剧情，话俾佢听。即系点解我会呢一个女仔好唔好啊？点解我唔中意个老婆啊？点解老婆有乜嘢缺点啊？咁你以后将来拣老婆要点拣啊？女朋友点拣啊？咁我当系一个叫做感情的教育课咯。差唔多啦，佢已经系好想拍拖啦。不过而家就冇女仔中意佢，我希望佢快啲能够拍拖啦。因为每一次点解我中意佢或者我想佢早啲拍拖咧，就系话因为。男生一拍拖咧，就好快成长，好快成熟。唔知文女拍完呢套剧之后，爱情观又有冇改变呢？我谂我唔系会太渴望有婚姻。咁当然，如果嗰个天然爱嘅即系 the right one， 即系出现喺你面前，你一嚟就感受到，应该就系佢啦，冇得走啦咁。咁我谂我都会试嘅，我都会敢试下嘅。咁不过我都系一个比较严，即系。我不会说为结一个婚而结。